会打跟风一样。然后会就有什么感想？这个门吗？对。好，自从你们做了这个设计之后，我们的门比较不会发出砰砰声。然后你们还有做一个这样子的缓冲，我觉得很棒，所以这边的小朋友也不会被门吓到，然后老师也不会担心说这个门会压伤同学，很棒。